各位志同道合的家人、一起朋友们，上午好！好。我来自河南三门峡，是咱巧克力的经销商，我叫樊长江。跟咱志同道合，结缘于2012年寿光蔬菜博览会。跟咱巧克力这个水运会结缘是2013年。在这也有3-4年的时间了，在这3-4年时间，志同道合企业给我带来了意想不到的收获，我的销量一年比一年高，从开始的几吨，到几十吨、上百吨，甚至更多，超乎想象。通过这3年来与志同道合生产的企业生产的巧克力颗粒水溶肥。和其他厂家产品做对比，巧克力颗粒水溶肥效果突出，非效惊人。巧克力颗粒水溶肥啊，它主要是这个微量这个中微量元素含量足，长出的果实果面亮，巧味厚，基本能达到一级果标准。这个老百姓啊，在今年下苹果的时候，我们去了，他在这说，我今年买你5袋巧克力，明年就是10袋、20袋，甚至更多。好的产品，肯定有。